这个很重要，非常比你重要。我看这个我很啊，我是几个？欺负我，大家看到吗？大家看到吗？我看这很重要，超重要。我们在泰国，我是圆圆，我是林莎，我们一起来泰国。对，林莎带我来泰国。你生日快乐！生日礼物吗？生日礼物。没有，生日礼物是生日礼物，就是另外一个。对，生日礼物是香奈儿的钱包。对，在这边。在这边。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超美的饭店，这里超美的。哎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泳装。好。在喜欢、欸、现在是我们来曼谷的第二天，然后这边第一天没有开箱到我们的房间，所以我现在简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这边有洗衣机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这个咖啡机，然后这边还有这种哇电磁炉，而且它还有给那个锅具都有。对，还有微波炉，蛮好，很像一个小套房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它的冰箱很大，哎、欸，有香槟哎，都可以自己喝。嗯，厕所我们很喜欢厕所，因为我觉得很干净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异味。然后它的沐浴乳跟洗发精都超香。对，它的沐浴乳跟洗发精都超香，会想买，对不对？哦，它应该在楼下就可以买到。他们楼下好像有一整间那种精油室可以购买。然后它浴缸超深的，然后很长浴缸啊，这个水柱很强。对对。对，就是冲起来，就是洗得很舒服。就是果然是五星级饭店。最重要的地方是来开箱林莎的内衣、啊、那不是内衣吧？那是泳衣了。哦，那内裤？那不是内，哦，那是内裤。而且是林莎穿过的内裤、哦。白痴哦。好，噔噔噔，然后我们的床，然后还有哎、欸，超多行李箱的东西。有点乱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入住一阵子了、啊、所以就是你看女生的行李就是会有一些小东西，然后看度假的洋装也要有，然后你要不要拿一个你出来旅游一定会带的东西？我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颈枕、所以我没有它会死掉，因为我脖子一定要有个东西靠我才可以睡觉。好，所以我一定要带这个，这很重要，非常比你重要。我看这个我很啊，我是几个？欺负我，大家看到吗？大家看到吗？我看这很重要，超重要。那你呢？如果是我林莎，带一个东西啊？对，只能选一个东西带。你会想带什么？眼罩。眼罩。我一定要眼罩，不然睡不着。你最想要的按摩，我们已经来了。泰式玛莎机。来泰国一定要按摩，我们按的是很顶级的那种。而且我们都在饭店两天了，好像很高级的感觉，不用踏出饭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超方便。我们现在要去水疗。好看吗？我们要出门喽。我们来路边按摩，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按过摩了。对，然后又按第二次，傻眼。舒服吗？来，那边有个裸女，为什么不穿衣服？热啊！你是说快乐的乐吗？嗯。哇，超塞车的。
焦糖的味道。今天吐司很松哎、欸，很松软。还有草莓牛奶，零下冬天的，你的最爱，超好喝。它这边还有一个拍贴机，就是我刚才跟林莎在这边拍贴，超可爱的。这餐厅就是很多地方可以拍照，后面有个小花园。跟你差不多漂亮啊！你真的很闹哎、欸！哦、oh ，我在介绍你是台湾的 superstar， 哪是？ To blend it, you have to put oil inside. Don't put the林莎订了一个超难订到的餐厅，超多人的。喜欢哪一个？面吗？还有在睡觉的，有人说想要看我把他的颈枕拿起来。有人说不能给你这个，看你还会不会睡。我们在水上市场的船上，很可爱耶！你要坐这个船去市场的。火车来了！哇，超近的，超近的，哇！辣妹在帮我做冰块。请问今天需要什么？我想要一杯冰咖啡，黑的，黑的咖啡。好，3万给你，30万也给你。OK OK。这个衣服颜色看起来好像裸体哦。标题就是林莎裸体用咖啡。变黑咖啡。哇，好好看哦。我说咖啡很好看。你要喝一口吗？好。妈去玩水了。我们今天是在我们饭店的。对，然后现在是晚上，晚上玩水还倒是第一次，我第一次献给你了。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日子。什么日子？这位小朋友在干嘛？泡汤，泡温泉。有人半夜在裸泳。哇塞！天哪！看你裸泳，晚餐时间，晚餐时间，林莎要把这整盘生蚝吃掉、yeah ，会不会太开心？我不敢吃生蚝哎、欸，知道啊，会有种生生的味道。生蚝是全世界最好吃的，你试看看好不好吃？这个生蚝有什么味道？生蚝。很新鲜的味道，第五颗，有人想吃吗？可以抽一个、哦，抽一个给你们吃。没了，好，耶、yeah ，庆生了 ，Happy Birthday， 香槟，这一次的。的曼谷之旅，对，好快就结束了。对，就是林莎计划的泰国之旅，爱你，耶、yeah ！
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干杯！好喝哎！等这么久值得了。好，许愿时间，希望林莎赚更多钱，然后带我出国去玩。好，没问题。工作接不完，没问题。好，我第二个工作就是希望第二工作哦不，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平安健康，然后就是工作也是接不完。因为要有工作，我们才可以一起出国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工作很重要。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愿望就是、啊、我胸部掉了一个冰块。那最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我们的 YT、欸。然后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大家。对对对。哦，对，我们。两个人一起准备的礼 物，然后如果需要语言签名，这边下面可以也可以私讯我，抽到的人可以跟我说想签名、欸。这个超级可爱的哦，我可以签名写上去，将留言说圆圆生日快乐，抽一个送出。对，这是手工的木头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欸、超香的，我的胸部变成冰镇奶茶了，冰镇冰镇奶茶，哎、欸，好冰。好啦，反正好，希望那个我们下次很快就可以出国一玩。希望没有，我们已经计划好了。对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哦、好的，拜拜。那别爱情，回台湾。我穿个新的女生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